肚子一样。四为什么他拉肚子了？六七八。哇，超强！我的超强，这一次我要打败你呀！哎呀呀，赶快打他，打他！我要叫警察来哦！警察先生，有人撞我啊！这里出车祸啦！这个小孩很喜欢玩这个战斗陀螺耶。嗯，那可以拿去学校玩吗？嗯。我有这个，我有拿去学校玩了。哦，那这个拿去学校玩吗？不要。等一下在那个小博伟拿走啊。那个林奕晨会给你抢玩具，是不是？嗯。对啊，然后让别人不要拿，因为他很调皮。哦，那不可以这么调皮，抢人家玩具我不喜欢。因为很调皮是不行的。为什么不行？一、二、三。那你有很调皮吗？不然，这样有人回去的时候，别人的玩具就找不到了。那你有很调皮吗？没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那老师有说你很调皮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肖老师有说哦。哇，怎么到拉肚子了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